都舍不得吃了，我都舍不得吃了，真香。太吃了，还有吗？必须满足呀！妈妈，爱心送给你。手抓饼，你只会裹鸡蛋吃吗？今天教您吃出高大上。太好吃了，还有吗？必须满足呀！火腿切断，手抓饼切长三角，从宽的一头裹起来，刷蛋液，来点黑芝麻，180度，15分钟，华丽变身下午茶。哇，好甜啊！吃了，还有吗？必须满足呀！吐司切长条，2个鸡蛋，白糖1勺，黑芝麻1勺，搅匀，裹上蛋液，排列在烤盘上，烤箱150度，15分钟，来点蜂蜜，简单又美味。好吃啊！明天帮姐姐也做一个吧。必须满足呀！奥利奥饼干敲碎，加融化的黄油拌匀，平铺在模具底部压实，芒果打成泥，小火加热，加吉利丁粉完全溶解，淡奶油中加细砂糖、松树打发，当出现明显纹路就可以了。加入之前的芒果溶液，翻拌均匀，倒入模具，中间加一层芒果丁，最后制作镜面，吉利丁片在温水中融化，加适量芒果泥拌匀，倒在慕斯糊表面，等藏4小时。你学会了吗？娃就爱吃麦乐鸡，我琢磨了在家试试，没想到挺成功。太好吃了，还有吗？必须满足呀！鸡胸肉取1/3切小粒，剩余切大块。大块鸡肉加虾仁、葱姜打成泥，加淀粉、蛋黄、盐、白胡椒。香了，太好吃了，还有吗？必须满足呀！鸡胸肉片成片，用刀背两面轻轻拍松，加料酒、盐、黑胡椒粉、孜然粉腌30分钟，两面拍上玉米淀粉，再裹蛋液，最后面包糠里裹一圈，油温5成热就可以炸了，炸至两面金黄，刷上番茄酱更美味。必须满足呀！土豆切薄片，冲洗好淀粉，水开下土豆片，煮至透明捞出，沥干水分，油温6成热，下土豆，炸至金黄捞出，撒上椒盐，味道好极了。太香了！凉拌菠菜、香煎豆、红烧茄子、烤鸭。妈妈，我有点想吃烤红薯了。必须满足呀！红薯洗净，对半开，勺至中间挖起来，拌上炼乳和牛奶，再往心里填回来，裹上锡纸，撒芝士，烤箱中层放进来，180度，10分钟，香甜美味，人人爱。哇，这么快！这样的爆浆紫薯饼，想不想尝一尝？太好吃了，还有吗？必须满足呀！紫薯蒸熟，加牛奶、蜂蜜捣成泥，一张手抓饼，放芝士碎、紫薯，像这样包起来，加几个小洞，刷蛋液，撒黑芝麻，烤箱180度，20分钟。哇，好丰盛啊！太好吃了，妈妈，明天你还要做哦。必须满足呀！吐司切掉4边，挤入沙拉酱，抹匀后铺一片芝士片，放火腿片，盖上吐司，中间按压1个小洞，打上鸡蛋，周围撒马苏里拉芝士，烤箱中层上下火180度，烤10分钟。太好吃了。还有吗？必须满足呀！吐司擀平，中间挤酸奶，再盖一张吐司，用杯子压出形状，裹蛋液，沾面包糠，下锅炸10秒钟即可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太好吃了，还有吗？必须满足呀！手抓饼锅中放，摆上火腿块，中间加1个鸡蛋，撒至葱花，4边盖起来，翻面煎至金黄，简单又美味。